狮子王总部于525重新开幕，逛一下高单价的换点商品。直接挑战250点的尼多王，刚花了20拉到当板前。有仙甲，有开爪具不好捏脚。妈妈养不起他。啊？要皮卡丘，我去打他了。胖嘟嘟的皮卡丘。哎呦，他来了。你们谢谢。我支付宝包围啊。那个杯面，哦，你看是看到的，好啊，我丢，你看。朋友打到枪位，让我试。250换成金丝币才能累积，没换币的点数要当日换掉。回去挑战 K 霸的卡比兽，开幕时还没进，挑战看看。天地太刚好，还是卡比太大只。你到那位做好的。对啊，拖着时间点嘛。太多，你都呕吧。野头弄着，弄着又抓死了。你这个抓呕吗？你这空间，他都要丢好的，放点老虎。油头更贵，啊，油头更贵，还有地，油较咸，唔嘛，油较少一点，是讲上茄。爪拉起来。
幸运的往右边丢，然后刚以为拉臭就没路了。怕秒数不够拉臭，提前收爪。这边无法下去了，另一只手卡在档板上。打一下卡比巴拉。我的天哪，高一高几天啊，把右门的打去前门比较稳。你个在卖个白兔。高点三，高点三都被拖了，高点三的意味啊！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帮我们按赞加订阅。